大义穿越相亲，唐朝公子和宋朝顾魏婴相会，这唱的是哪出戏呀？我还不知道，弄啊，还有你这么个奇葩呢。香水粉底，小伙爱美丽，找媳妇啊，还要找萝莉，咋的？今天流行啊？发烧。这送花的唠私密问题，送麻花的是可劲儿磨叽，让你行。唱歌的是直勾瞅人，跳舞的是能学攻击，东北姑娘明争暗斗，这谁能领家过日子去？他是我的。本期名医整形全程热烈，是嗷嗷给力。有那损色。都说是穿越来的，我也是穿越来的。他们现在这么火，尤其是那个女一号李天爱，我一定要找她比试比试。敢问世间情为何物，情好似行云流水，情为世间最美，也为人间最甜，皆是虚情。我不服你的文采，我要跟你比一比。那好吧，你先请。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好了，现在该我来了。自在飞花轻似梦。坏了。相见时难别亦难。我们还是来武斗。收我为徒吧！你想收我徒弟，最少还得减去20斤。还减呢？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名医整形冠名播出的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全程热恋》，我是主持人燕子，欢迎今天来到现场所有的观众，欢迎大家，欢迎欢迎，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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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的热情，请坐。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先跟大家交流一下我们这个乡村式爱情最近的一些动态啊。因为在前一段时间呢，我们把所有进入到这个乡村爱情这个名单当中的所有的男嘉宾和女嘉宾都召集到一起了，来了一个大聚会。哎呦，我发现真是有太多的变化了。没错，再次看到像娜姐呀、像曹晶啊、文土哥、郝文良等等这些人，对，特别亲切。但我想啊，如果听到咱俩这么说，可能现在场上的姑娘和即将要报名上场的姑娘会有一个心理的顾虑了。那过去娜姐、什么曹晶都回来了，强手如林呢，我们这些人还有没有机会了？都有机会，不是到现在还在说吗？女一号和男一号到现在还是空缺的状态，所以希望大家赶快积极报名啊！好，那接下来赶快有请出今天渴望幸福的16个姑娘出场，来，有请她们。再次掌声欢迎16位姑娘，欢迎大家。聊一点幕后的花絮呗。5号6号，惠子和惠妹最怕舞台上有人说你们胖，据说现在减肥还挺成功的，是吗？减了多少斤了？跟大家分享一下。大概10多斤。怎么减的呢？用什么办法呢？据说小二现在也在减肥，好像能减了2个礼拜了，现在减下去4斤3两多。你跟他说说怎么减的呢？那个每天只吃青菜，然后不吃米饭，然后青菜只是用水煮一下，然后用稍微放点盐拌一下那么吃。哎呀，你们俩就都是这么吃过来的，怪不得呢，越来越像兔子了。减下10多斤了是吧？你们俩所以说现在越来越有自信了，包括在上周的节目当中，意中人也当了，还有所以说你看这感觉就不一样了。来，16位姑娘请亮灯。
下来要欢迎一下今天来到现场的观众：东风本田长春城街店、孙俊教育集团、潘晓婷台球俱乐部长春旗舰店、吉林智诚风行汽车 4S 店、平安卓越和长春康达减肥医院的各位朋友，欢迎大家，欢迎欢迎。另外呢，要特别感谢的是长春爱琴湾假日酒店为所有的姑娘们提供的价值1980元的行政套房。还要感谢的是安琪珠宝私人钻石定制会所为所有牵手的男女嘉宾提供的情侣钻戒，再次表示感谢。首先有请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小伙子，这位小伙子自称是一个特别爱臭美的男孩，来，掌声有请。全程不要疯狂的迷恋我，我就是个传说，听到的也就是个传说。大家好，我叫杨威，我今年21岁，来自吉林省东安县魏家村。我的爱情宣言是，咱家啥都有。咱家啥都有，就差领个媳妇跟我走。为啥戴墨镜上来呢？感觉我从小就喜欢，挺爱戴镜子的。但是你喜欢戴镜框不戴镜片吗？戴镜片呢？戴了。那你觉得有些人戴镜框还不戴镜片，他是啥意思呢？我感觉那人好像就是挺能装的吧。你看老王戴的是啥？老哥戴的是属于有文化的戴文化的镜子了。你看他有镜片吗？好像是有，看不出来。你去瞅一眼去。再仔细瞅瞅，真没有啊。那你觉得老王是不是就那种贼能装的人？你看你要戴就戴呗，你还整个镜框还没有镜片呢。对，戴镜子吧，怎么说戴镜子也有两个原因。哎呀，你看像墨镜吧，是属于装的型。啊。戴他那种镜子是属于有文化的型。哎呀，你折。哎呀，我告诉你，今天你整大发了啊！给老王整不高兴了啊！等着下去我请你吃饭啊！哪成想人那么有文化的老王戴的也是镜框啊，他真不知道啊。来，你看一下场上16个姑娘，好好看。看不清啊？有点看不清的。你没事，你多看一会儿，你看不清，你可以往前站着。啊，我往前站。啊啊。你要再看不清，我把镜子送给你，借你看看。这不用了。好的。场上16个姑娘，觉得我们这位小伙子表现怎么样？可以考虑一下。来，请选择。我听着这声音，我觉得都容易被乱枪射死啊，太吓人。而且是扫射。16号，因为什么？燕姐，我能先说一句话吗？说吧。我特别的喜欢你。谢谢。我身边的人特别喜欢我。你是特别喜欢我还特别喜欢他？他说谢谢了啊，就当是你说特别喜欢他吧啊。那我得表示一下，我特别喜欢你，我不喜欢他。本来我就是个小眼睛，我不想找一个小眼睛的。小眼迷人咋的吧？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啊。来，接下来你的任务，小伙子，根据你的感觉最少灭一盏灯。那种就是稍微胖一点的，我不算太喜欢。咋的？就是感觉他就是。再说一遍。就是感觉啥的，感觉瞅着脸型就像瞅着像老一点的那种。咋的？你再说一遍。怎么的了？说我老啊？是不是？完你还说我胖？还说我脸大？是不是啊？你想不想找对象了吧？对不起，你是来找对象的吗？小伙子，你赶快说点好听的词儿，快点的。因为你那啥，因为你长得太美丽了，我驾驭不了你。哎呀，这话他自己说着心都虚，是他音儿都颤的。他说这话的时候，他都突突的说的。哎呀，小伙子，你平时说话也这样吗？就这风格？平时也差不多。那我知道了，你刚才说我装也是真说的。一上场得罪俩人，你说说，来。看一下男嘉宾的第一个短片，一起了解一下。
嗨，大家好，我叫杨威，我来自吉林省东安县魏家村。我先介绍一下我家里的情况，我家里种40亩地，家里的各种机器农用车都有，那里边养了40-50头猪，这边还有老牛，加上我现在的工作，厨师工作，一年收入10多万块钱左右。我有一个爱好，就是喜欢臭美，女孩子喜欢的东西我都喜欢，你们夸我美吗？我还有一个爱好，就是喜欢唱歌，虽然唱的不好听，但是我敢唱，台上的女嘉宾你们敢唱吗？9号来一首吧，小伙儿。那就来一首呗，来一首，我希望能跟那个女嘉宾互动一下，能出来陪我一起唱的吗？胆儿还挺大的，还真敢找女嘉宾跟你一起互动着唱啊！那你叫我行不行啊？因为你要是想下来，你就下来呗。嗯，唱首歌。唱啥歌呀？唱在心里，从此永远有个你。好，来，9号有请。9号唱歌可是非常好听的，我不知道你唱的什么样，但是你胆儿是非常大的啊。为什么我们相遇网络？为什么要拿虚拟对待我？我和你在一起，在一起的甜蜜，这份爱会埋在我心里。我和你相爱忘爱忘我离，爱来爱去都变成回忆。你的心我最懂，你哭泣我陪你，在心里从此永远有着你。之前唱那么长时间，连眼神都不敢瞅9号一眼啊。9号，是我刚才跟他唱歌，我就瞅，哎呀，这皮肤啊，这是真好啊，我就转圈瞅啊，这是真好，一个疙瘩都没有，就咋保养的？我就是用一些那个化妆品，那个我今天还把我的宝贝给带来了，有请小二哥把宝贝上来。唱吧，小二。谢谢二哥，这个就是我平时脸上管皮肤管白点，就是那个粉底液。粉底液，粉底液不都是女孩用的吗？对呀。玫瑰净白保湿抗敏粉底液。哎呦，对，我就基本上我都喜欢用这个。洗完脸之后，先用这个洗面奶，完了用脸就洗面奶，完了抹在手上，完了搓揉几下子，大概10多下子吧。完了洗完之后，完了用抹那个复活水，这个复活水啊，就保湿的。保湿的。对，复活水。这个复活水嘛，别人都通常都是啥呢？都是、放在那个往手上放，完再擦脸，这个是不对的。先直接就往脸上喷，往脸上喷，这就感觉好一点。你要往手上，都吸收到手上去了，就不好了。哎呀，完了啊，这个呢就是往头顶上喷喷啊，管香水，是不是感觉一种？这就是走到别人面前就感觉挺清香的那种感觉。哎呦我的妈呀，我有点都受不了了。兄弟，你就是每天下地干活之前总要如此步骤的来洗脸吗？那倒不对，就是平常干农活的时候很少打扮，就是经常出去说的上谁家有个喜事了，哎，就是多打扮打扮，就是感觉你要出门嘛，必须得打扮利索漂亮的，是吧？有喜事你捯饬成这样，人寻思你是新郎官还人是新郎官啊？这早晚快到了。哎呦，这随时为新郎官准备着呢，亲爱的。你这个是上辈子投胎投错了。哎呀，这个吧，这个我一想他就得问穿越的事儿，你看看。这个我也感觉到了，因为啥？我从小就喜欢花啥的，你从小就感觉长得像小姑娘。因为以前我还穿过那种，就小时候那时候家里穷嘛，我就穿那个别人送给的衣服，就是小姑娘衣服，那穿起来老好看了，就跟那小姑娘一模一样。但是，我觉得兄弟，你现在要面对现实的话，那你就是一个男人。啊，对呀，男人的事情我接着干，就是平常就是化妆。你都给我们小伙子说懵了，男人的事情我接着干，但我依然还是按女人的打扮。小伙子，你在小的时候一定是穿过裙子，甚至是梳过小辫，我不知道你的小名叫什么，甚至有过啥？小薇。8号来，小伙，我也是农安的。咱俩是老乡。是。我还不知道农安还有你这么个奇葩呢。2号，人家臭臭美挺好的呀，皮肤还好。
是不是？你那我支持你。谢谢谢谢。我看出来了，二号得意哈。我们来看一下小薇的第二个短片好吗？一起来看。在两年前我处了一个女朋友，在处之前我就知道她有皮肤病，后来家里我强烈反对，处了一年多就分手了。之前我去过延吉、铁岭、上海，发现那里的女孩太现实了，我不喜欢。我心中的理想女生个子希望高一点，大眼睛，爱笑，可爱一点，就像那个电视里的一个小萝莉一样。这道菜是我为你们精心准备的，你们知道这个菜叫什么名字吗？三号。我猜一下那个菜叫啥名啊？就是辣椒炒肉，是不是？不是。关于爱情的，是不是？是我爱你？不是不是。真不是我爱你吗？真不是。你说一下我爱你。我感觉叫心心相印吧。七号是同甘共苦吗？也不是。你给大家揭开一下谜底。这个菜名字叫用心良苦。绿色的那个是苦瓜是吗？对对对对，苦瓜。小伙子，我觉得做这道菜才是用心良苦。你看那肉都切成心形的了。对，这个肉是我花了半宿的时间一点点整出来的。就可以看到为了找对象真是用心良苦啊。来，七号。小薇，你这是去各地都是不同的姑娘，你都去哪儿了？我去过延吉，去过铁岭，还去过上海。我感觉延吉的吧，啊，延吉我感觉还是挺能花钱的，有的可以花在刀刃上，说的说的啊，有事的说的去花，你看有的没用的东西他们也买，那我感觉不好。你知道现场有延吉的吗？这个我真不知道。哎呀，你这，来四号，小薇薇，你得罪我了，薇哥，你应该属于不是那种爱花钱的女孩子，是吧？嗯，是。看。都吓坏了。那别的地方，上海的姑娘怎么样？上海的姑娘吧，她说话吧听不懂，那地方说话就嘀哩嘀哩嘟嘟的，不知道说啥玩意儿，听不懂。完了，所以就想打算回来，在农村，在家里找。其实那也是一种语言文化，吴侬细语啊。当然，咱东北人听起来有点着急。是，那十三号小薇，你说你喜欢小萝莉型的，那你看我是属于什么类型的？我感觉你属于那种爱笑爱闹的一个小姑娘。那场上有你喜欢的那种萝莉型的吗？有。有几个？差不多也就两。九号。谁呀？有我吗？我都可好奇了呢。这个先不能告诉你。俩人你只能拧走一个，你说你说出来能咋的呢？不就说也就是二号，和七号。啊，萝莉型都是一种发型。小薇看到场上的状况了吗？看到了。什么感觉？我感觉今天没白来。为什么呢？我感觉我已经成功了，挺高兴的，这也是头一次站在这舞台上。那接下来爱咋咋地。我想打算请出我的意中人。意中人是谁？二号高级，来，掌声有请。要跟小伙子介绍一下啊，高奇是二人转演员是吗？嗯，对对，二人转唱的特别棒。我妈特别喜欢听韩子，因为我妈从我妈很小时候就喜欢听韩子。小薇这下子是更稀罕意中人高奇了呀，他最后能给老妈领家一个唱人转的媳妇吗？我妈得乐死了。下面这位啊，可老鼻子有才了，人家那歌整的是一套一套的，这话我都能自杀去。广告不长，咱别走开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这找个会唱二人转的儿媳妇得多高兴。那我妈得乐死了。高奇为什么灭灯？他之前说吧，说那个什么延吉的那个什么爱花钱，但是我这人吧，就花钱就大手大脚的，就是一天看着啥都买啥，就花钱跟溜水似的那样似的。那接下来就看看你的表现吧，能不能通过你的真诚和你的表达打动他。老妈还在家看着呢，看看能不能牵手一个会唱二人转的儿媳妇，是不是？大家掌声给点力量啊，鼓励鼓励。怎么说呢，我就是啥呢，家里爸爸也就是我自己。怎么说呢，我爸妈吧都是很好的人，
就是在一起关在家里啥都有。反正我希望你能考虑一下，我先为你唱一首歌。我的相依为你又相随，为你甘心情愿赴一生，风风雨艰辛去共存，陪你走过一程又一程，不后悔。姐姐唱挺好的，但是咱们还是做朋友吧，对不起。很本分的一个人家，这也是很本分人家的一个孩子，一年能够挣十多万，靠自己的双手，这么年轻，很了不起。而且你的性格很好啊，哥们儿，你这么好性格的男生真的不好找。但是我有种预感，将来你找媳妇儿恐怕要找个厉害媳妇儿，小心点儿。就搞不好会跟老王一样变成气管炎，但是也是一个幸福的气管炎，对对 对, 对，是吧？来，全程热恋限量版的缘分天使送给你，希望你尽快的找到幸福。好，加油，小伙子！掌声送给这位小伙子。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小伙子，能站在这个全程热恋的舞台上，我感到很高兴的。如果说电视机前的看我还可以的话，请到官方网站联系我吧。下面出场的这一位小伙子呢，人称左有才。来，掌声有请。全程热恋，我来了。我给16位女嘉宾带来的是麻花，我是做这个生意的，愿你们今年17，来年18，越长越像一朵花。吃完我的麻花，能把对象领回家。好啊，兄弟，真有气势。哎呀，我是二号选手。左立民，我36岁，王哥好，燕子姐好。你好，哎呀，这一点没耽误，来接着介绍吧。我叫左立民，36岁，来自天下第一粮仓榆树。我的爱情宣言是：榆树的山，榆树的水，榆树的小伙我最美。哪个女孩把灯给我留到最后，我带谁回家？哎呀，我跟你说，我就看不得送礼的、拿东西的上来的哈。我家是做这个生意的，这就是做食品面食的。啊，这都是打上包装的哈。对，蛋糕。一个麻花，一个蛋糕，这是怎么个搭配呢？一对儿嘛，一个麻花，一个蛋糕，它属于好事成双，向往着。哎呀，这还挺有寓意的呢哈。送吧，送的过程当中都看看啊。好的。别光送啊。小伙儿啊，拿到麻花就让他们开吃，吃完咱的麻花看谁敢灭灯。老好吃了，你八号都已经吃半拉了，麻花进嘴啊！每次一到送礼的时候，大家就期待着最后这盘子还能剩什么啊？这个是那个给燕子姐一份，给那个我那王哥一份。太感谢了，兄弟，来，谢谢王哥，谢谢。有点干呢。谁要啥自行车？谁还觉得干呢？啥还干呀？啥稀的？我这份呢？哎，二哥有你的。小二有你的，快上来，快来。二哥，我看你带胖了，就是那个给你拿这个，他也代表我的一个诚意。别生气，二哥，别生气。你不是在那个全热恋跟大家说你要减肥吗？你看人家就考虑到你减肥，不让你送盒子，你说这拿着，你说你就吃。鸡腿不吃，那麻花整一根还这么抠搜吗？这。对不起，二哥。真没有啊！哎呀妈，你还咋还上首播呢？哎，我看燕子，这男一号要我演不上。吼！那儿子呢？哎，小二，别下去了，快，活得干，快，正常该干的干活。这哪还得干活？就减下去4斤3两了，已经不错了啊！哎呀，这些姑娘们，哎呀。樱桃小口瞬间变成血盆大口了。小伙儿送麻花的时候，我估计你都已经看了，你现在再看看，你看对谁的感觉好？我尝尝，你看这个抻头，这个弹性确实不错呀。燕姐，我能上前面看看去吗？不是，你到前面不都溜达一圈了吗？我还想上前面看看啊。那你看吧，我都吃你的，我还能不让你去看吗？去吧。看好了吗？看好了。哎呀，这个慎重啊，看三圈了。
场上的姑娘觉得我们这位小伙子怎么样？大家先考虑一下，请选择。谢谢大家。五号六号，我俩不减肥呢，他们整点水果上来，我还不能面，太油腻了。哎呀，现在这姑娘太难伺候了，不用管他们啊，有吃的好的，你看都亮着灯呢。没问题，是吧？没问题。来，接下来你的任务，最少面一盏。好的。感觉就是咱俩年龄上就是差的有点就是太多了，老妹儿你感觉呢？啊，那就算了吧。啊，谢谢你啊，谢谢你支持。十二号，小伙儿，我感觉年龄不是界限，你给人家这个理由，我感觉不咋地。我36岁，那老妹儿20岁，差16岁呢，就是这是属于代沟啊，差太多了。觉得这代沟太深了是吧，太大了是吧？对，哎对。好，来看男嘉宾的第一个短片，我们了解一下，来一起来看。这竹板一打锣鼓敲，全场热恋到家了。我叫左立民，家住工棚镇，今年36岁，媳妇没找着，一见到女的就害臊。我家住在是农村，原来我也住平房里的，经过就是那个拆迁占地，完了给我家两个大门房。你看这个院里这两个房就是我家的，现在就是靠炸麻花和做点的蛋糕、食品啥的谋生，一年能挣个4-5万块钱吧。我是个性格非常开朗的人，有时候就是喜欢说唱啥的，模仿啥的，有时候别人听了有点就是挺心烦的，感觉是这人墨迹，把我就是这个性格了。谢谢大家。三号，小伙你好。你好。宋小宝，你会不会模仿啊？小宋，海燕呐。这个就是不打太干哈，但是就是那个会模仿刘能的、王大拿和王木生的，会模仿单田芳的评书，我这个行。来点掌声，我给大家通通模仿一遍，我全部拿下。刘能那一出是这样事的。这一道小跑来的，大脚给我拿包烟，我参加全程热恋这个节目去，听说台上16位女嘉宾心都挺高的，不好整，有相中老哥我这一出的，可别忘给我留灯啊。哎呀哎呀，刘副主任上台，这掌声咋还没了呢？好，谢谢。真挺像啊哈。我给大家先模仿一个单田芳的评书，不好整，沙哑派的。咱们书接上回，单说王哥和燕子姐，他们是全程热恋的2位主持人。那么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咱们单说是王哥，戴个眼镜往那台上一坐，看起来文质彬彬的，此人是非常的有才，咱们不一一去表。咱们再说燕子姐，长得也美丽，乃至才貌双全，主持节目时除了动词就形容词，滔滔江水。小二哥会载歌载舞，出现一组动人的场面，预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掌声鼓励。哎呦，不怪乎叫有才哈，真是有才，找这样的小伙子当老公，这天天能换样跟你唠嗑，多快乐呀啊。七号，小伙儿啊，咱平时在家炸麻花就你自己炸吗？我和我母亲在家炸。啊，那最后钱归谁呀？原来就是我母亲经过的钱啥的，或者我经过，如果说找的对象他到我家，我让他经过的。那你妈还不让咋整啊？不能。你说话好使呗。好使，我是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男爷们儿。行，爷们儿。啥叫爷们儿？我可不服了。是你在这儿你叫嚣，是你回家了，你妈这眉毛这眼睛一立，你这钱你还能给，到底是给妈还是给媳妇儿？想好了啊？就是这个，就是我根据女方要说的，单独我俩在块堆是过日子，就是说的在一起，说的有个老人有个照应也可以，因为我家两个楼，
都可以。啊，我根据就是对方他的意见，因为啥这个就是那个不是我自己能主张这个事情的。商量着来。半由君子，半由臣。哎呀，你看这都一套一套的啊！好，好，看完第二个短评回来再接着聊，好吧？一起来看。再是我的住处，一个人一双被，已经住30多年了。我想找一个对方就是稍微胖一点的女生，我感觉瞅看胖一点瞅着挺有福的，要求对方就是他稍微性格应该是开朗一点，像就是那个16位女嘉宾其中的就王晶那样事儿的，这事走到一起吧，俩人斗嘴耍贫的，互相能生活有乐趣。我家西红山的，我家那边有句话就是生在西红山几杯就得干，希望对方就是能知疼知热，我出外头干啥回来就是能吃口热乎饭。来十号小伙儿，非常感谢你对我的夸奖，你说的全对，谢谢、哎、谢谢。然后还有军姐，军姐咱这假象维持的差不多了啊，还有没说的，就是温柔可爱大方美丽什么的全有，你就差一个词儿泼辣。一中人是十号吗？不能说，哎呀到现在还不能说呢啊、哎、来十一号小伙你好，我的性格就是开朗型的，但是那个我有一点我忍受不了，你能不能为我就把你那个墨迹改了，要我听话我都能自杀去。如果是你能走进我的生活吧，得咋说呢，我就是那个我人虽然是说的从小到大3岁至老，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是愿意为你改变。我有一个总结，小伙子上台到现在啊，他说话都是逗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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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一惊叹号，对，就是能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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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个节奏。我是觉得十一号啊，人是自己承认墨迹了，他要不自己承认墨迹你能知道他墨迹吗？他要不说自己墨迹你能感觉到他墨迹吗？老王不怪乎人男嘉宾说你全程热恋整个现场最墨迹的人就是你，你又把你墨迹的本色展示出来，墨迹传染不怪小伙子。我觉得这小伙墨迹就非常可以理解，他30多岁没有对象，他自己不跟自己唠嗑他跟谁唠去啊？他不就得墨迹点吗？是不是、啊、燕姐燕姐他有对象他不就跟对象唠他不就不墨迹了吗？我知道这么多年小伙跟谁唠啊，麻花麻下锅了你熟了吗？麻花麻花翻过来还没呢。15号啊，你的想象力太丰富了，也不错，这一天能捞好几个呢。不是，小伙你跟他们说说，咱处没处过对象？处没处过？就是事情是这样，我26岁那年，就是那个通过家乡人给介绍一个。啊。后期用就是我家那种生活吧，不是太富裕。啊。彩礼方面啥的，用这个事儿黄了。但是今天，我能到台上，就是那哪个女嘉宾，要是说能跟我生活在一起，我一定能做到。对他好，把这个对他好，就是以后成家咱俩有个孩子，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把家庭料理好，对你和孩子好，把咱这家庭建设得更加美好。惊叹号！现在16盏灯都灭了，接下来是冲刺阶段，爱咋咋地。请12号。掌声有请12号，来有请。燕京为什么把灯灭了？小伙你好。那你好。因为那个短片的时候说那个喜欢王晶吗？就是在短片说就是那个性格说是啥、啊、没说是完全说代表没说。然后还有那个最开始那个年龄那个界限。这个得怎么说呢？爱情就是说年龄吧，就是在过去时候说是那好像就如今吧，也就是不是完全分这个，但是我感觉就是通过咱们台上就是短短的时间，沟通，你也就是我生活生命中需要找的那个女人，同时你的音容笑貌已深深刻在我的脑海之中不可抹去，我想只有你的存在我才会觉得青春永驻爱情长存，我想与你共同度过漫漫的夏季迎来温馨的早春，你时刻牵动着我的心。小伙这表白整的是诗情画意，卯足了劲儿的争取，稍后会有咋样出人意料的结局呢？让你行，让你行。一瞅这灯灭的哈，这初一大发的，这积极主动的。还有谁提出的该灭就灭吧？他是我的。别走开啊，稍后啊更精彩。你时刻牵动着我的心。来，部长。
着急，你别着急，一起来好吗？真的，小伙子，我给你介绍一下，小伙子，来，张二号曾经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如果他接下来再牵手成功的话，他希望他接下来的这段婚姻不想生孩子，之前的那段婚姻也没有孩子，他又不想要孩子，这是他一直坚持的标准，所以说你要好好想想好了，能不能接受？对不起，老妹儿，非常抱歉，大哥向你说声对不起，真的对不起，向你恭，我也对不起你。祝你，希望你以后能找到你最幸福的一半，然后你们几个多生几个。谢谢你对我的鼓励，往后我一定更加努力的。谢谢，谢谢十二号，谢谢。很遗憾，条件不错，俩大门市房，而且还这么能干，还有着卖杂麻花这么好的手艺，是吧？所以我觉得缘分再来的时候，里面千万别让他再错过。谢谢王哥的鼓励，谢谢。这么实在又这么能持家的一个小伙子，一定会有一份好的缘分等着你。全程热恋限量版的缘分天使送给你，谢谢。好，掌声送给小伙子，加油！谢谢大家。只是不想说，说给你听又如何？我之所以没有选择十二号，就是差孩子这方面的事儿。但是感谢他的对我的支持，希望台下的观众关注我的，到官方网站找我。下面出场的这个小伙子呢，自称是一个特别浪漫的小伙子，来，我们掌声有请。全程热烈。姐姐妹妹，大家听我说，我对人诚恳，对事业执着。话虽然不多，却懂得幽默。如果你嫁给我，我会对你负责。我温柔又体贴，赚钱又多。希望你嫁给我，幸福就不必说，一辈子只疼爱你一个。大家好，我叫刘天文，今年22岁，来自吉林省一同满族自治县红英村2队。我的爱情宣言是，不管风雨有多大，以后有我你别怕。你好天文。你好燕子。哎呀，这个花都就是准备了16朵是吗？因为我觉得燕子姐比花还漂亮。就甜言蜜语的人根本不需要送礼物的，就是像你这么漂亮的女人，根本就不需要被送花。哎呦，你怎么也跟着这样了呢？小伙子聪明。是啊，这句话说的我心潮澎湃的，就是花在我面前都自惭形秽了呗，是不？对，没错。七号，那你说燕子姐比花都还漂亮，就不用送了，那我们咋的？哎呀呀呀呀！我让你们与花争芳。这姑娘别跟燕子姐争风吃，不是这七号怎么跟谁都争着吃醋呢？啊！七号，我告诉你，你找的这个对手很强大。你就理解为他是尊老爱幼吧，好吗？啊！来，这样，小伙子，刚送花的过程当中，我估计你也都细看了，再好好看一下16个姑娘，对谁的感觉最好？场上16个姑娘觉得对我们这位小伙子印象如何？大家可以先考虑一下。请选择。来，14号。我为你留灯，你能把那些花都要回来吗？小伙，你不赶快停一停14号？你咋不给个回应呢？你看小伙子满脸的汗，他还敢回答了吗？你看看，谢谢谢谢。其实今天也挺紧张的，再这么整更紧张了。哎呀，这怎么这14号今天怎么了？怎么主动成这样了呢？哎呀呀，哎呀！我跟你说，这一擦呀，那汗止不住的，更往外冒了。你今天咋这么主动了呢？我感觉挺好的，歌唱的挺好，人也挺好。谢谢谢谢。没到灭灯环节呢，怎么就都灭灯了呢？你看，
要不然说嘛，这男嘉宾女嘉宾轻易别互动，只要一互动啊，这马上这醋坛子翻了。现在场上你不觉得酸吗？太酸了，你都酸掉几盏灯了。对，关键还咱还没进行到这一步呢。来，小伙子，接下来你的任务，根据感觉最少灭一盏灯。不是你这小眼睛吧唧的，我都没看见你生过地的，你头轻了吗？你因为我是生活在现在生活的人吗？我的每天我面对他，我跟看电视剧似的。我是一个普通女孩，之所以以这身装扮出现呢，就是因为我喜欢古代女子，喜欢她们的那种温柔贤惠、温文尔雅。那个我喜欢做一个像穆桂英那样能文能武而且又那个善良的女人，而不是像我三婶那样吵吵把火的。你把你三婶都贡献出来了？不是，那我不给说清楚吗？我管他，不是我那个。你还说看你三叔今晚上回家咋收拾你？我只能出卖一下我三婶了，对不住。来看一下男嘉宾的第一个短片，了解一下。大家好，我叫刘天文，今年22岁，家住吉林省一同满族自治县河源镇红星村2队。我呢是一名满族人，我夏天的时候在外面工地打工，平时的时候在家帮父母洗碗烧水。我这个人挺细心的，出门会帮我女朋友拎着包，当你冷了的时候我会帮你披件衣服。朋友们都说我是会撒娇会卖萌的人，但是我自己却不怎么觉得。如果咱俩在一起的话，我也可能会跟你撒娇。以后咱俩在一起了，我可以为你打洗脚水，甚至可以帮你洗脚。因为女人相信你一回，跟你一辈子，你不能苦了她。我的原则只有一个，就惯着自己的女人。我先问一下六号，六号是因为刚才醋意大发灭的吗？对，他让那个14号这擦的，我擦的挺来劲儿，我一手都刹不住闸了，这个擦呀。还有谁吃醋的？该灭就灭吧，他是我的。这相亲进行不下去了。14号，你可看好了，他的腹肌是6块混成了1块，而且还是突出状。你收腹了吗？啊。哎，11号。小伙你好，那个他说什么我不听，就是我吧怎么的，我特别想体验一下子，或者是体会一回那个你怎么照顾人或者关心人，或者跟你在一起怎么个浪漫的，行吗？那个吧可以。可以，那我下去了。还互动啊？刚才都互动的。那你看呢？那不互动，我怎么能知道？你怎么能体会到的？怎么就是怎么浪漫，或者是你怎么会关心人、照顾人，是不是？其实吧，浪漫和关心不是说我现在表现出来的，而是在以后生活中看的。我现在表现出来有可能是我装的，以后不一定会这样。但我现在不表现出来，不一定以后生活会对你不好，明白了吗？好啊，小伙子，好，这才是实证科呢。对。你这句话把之前在我们场上展示浪漫对媳妇好的这些人全打击了，打击一大片。你可真顾着他是吗？是。来，9号。小伙你好，看你短片里说那个给女朋友洗脚是吗？不会觉得没有面子吗？如果说是没面子的话，这媳妇你找她干啥呀？这一辈子的女人选择你跟你一辈子洗脚能咋的？她把这些幸福都交给你了，你有义务怎么做？那好。小伙子，这理论可以啊！一个女人都肯为你生孩子了，你替她洗洗脚又有什么呢？那假如说我跟你妈妈同时想让你洗脚，你先给谁洗呀？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左手给我妈洗，右手给你洗。来，我们来看一下男嘉宾的第二个短片，一起来看。我曾经有段感情经历，是因为他家非要在山村买房子，所以分开了。在农村，我不能给你最好的，但是绝对不会比别人差。以后咱俩在一起了，我能帮你做家务。这么和你说吧，除了生孩子我都能帮你做。我不能允许你喝酒，因为我不喜欢女人喝酒，就在没有我的情况下，朋友我也不允许。我平常喜欢给女友制造一些浪漫，比如没有理由的鲜花、气球，偶尔给她唱唱歌，晚上领她出去放烟花等等。10号，小伙儿为啥不喜欢女朋友喝酒啊？那跟女的喝行不行？如果说在我的就是我在你身边，你咋喝都行，我能照顾你，明白吗？啊，那还是可以喝是吗？对啊。好，14号，
那咱俩喝行不行？咱就是有我在你跟前，你咋喝都行，我能照顾你。那妥了，以后不跟别人喝，就跟你喝。行，但以后回家喝去啊。八号，让你行，让你行。其实吧，女人喝酒，我不是信不着女人，我是信不着跟女朋友喝酒的人，知道吗？因为发生在我们身边很多事儿，就是咋的了？喝完酒，酒后乱性，这个你该懂吧？你说，怕女孩喝完酒酒后乱性，你是不是？有过那个经历呀、啊？对，有过。你说的详细一点。哎呦我天哪，这小伙支支吾吾的，给人姑娘们都整好奇了，到底是咋回事啊？这是啊。懂了，让你说你说，咱俩回家说也不行了的。全程热恋史上首次穿越相亲，这穿越来的能按套路相亲吗？我想问一下的，你是从哪个朝代穿越过来的？广告很短，稍后啊给你揭晓。你说，怕女孩喝完酒酒后乱性，你是不是？有过那个经历呀、啊？对，有过。你说的详细点。这可以给你讲，不是啥了不起的事儿。嗯。就是以前年龄小、不定性的时候，总跟朋友一起喝酒。但那个女人是我朋友，但是和男朋友喝多就是分手了。跟我喝酒之后，她就。把我就，之后就咋的了呀？就把我逆推了，懂不的？懂了。哎呀，再详细点吧。懂了，给你推倒了。不用，我不懂，但是我不敢问。你是不是仅仅到逆推这一步就完了了？你要不整清楚，剩下那两盏灯，我怕要够呛。嗯。到那就完了了。然后你是就跑了还是咋的？这个走了。七号怎么的了？这干说也不往明白了说，多让人引起误会呀、啊！十四号，你咋这么实在呢？你让你说你就说，咱俩回家说也不行了的。哎呀，这个局势越来越鲜明了哈，只有十四号一个人的灯亮着，我征求一下十四号的意见。我想跟他走，他上场的时候唱那个歌，然后还有那双小眼睛，他眼睛小，眼里只有我。可是小严，难道到这小伙子这儿就六块腹肌已经不是很重要了？回家慢慢练呗，我希望在我的培养下他会有的。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感觉一来一切东西都不重要了。来，掌声有请十四号，有请。相信爱，努力爱，期待爱，我想和你谈恋爱。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一下男嘉宾上场的时候选择的意中人是谁。六号张惠妹，掌声有请。惠妹为什么灭灯啊？因为我感觉他十四号挺喜欢他的，头一次看见十四号这么主动，所以我把灯给灭了。哦，一见钟情选了六号，六号因为十四号小严如此的主动，他就把灯灭了。小严，那现在知道他的意中人选的是六号，你心里有没有一点点醋意？因为我知道这么长时间你站在舞台上，凭我们对你的了解，你一直在感情上不会这么主动。多少会有一点，但是我相信我跟他在一起以后，他心里只能有我。好，那接下来男嘉宾问一个你最想问的问题，问两位。就是如果有一天我的资产可能是欠别人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你会怎么做？我不怕吃苦，只要有你，哪里就都是家。我觉得我现在说任何的话都没有什么必要了，我希望你俩能幸福。跟我走吧。不是，你跟我走吧。那么接下来两位将要接受的是我们爱情大考验，来，燕
爱情大考验的燕子，看一下燕子代表的内容是爱的速度啤酒一瓶。来，小二上酒。功夫越来越厉害了啊。刚才我台下听了，他俩要拼酒，一瓶能够吗？你看这小二也跟着上来搅和来了啊。哎呀，一个小小的细节你就能看出，接下来你要跟这个男人在一起，你就知道这个男人会有多照顾你了，真的。小伙，你为啥要把那瓶给小严？因为那瓶气儿我放完了，他喝的可能比较舒服一些。来，一二三，干了。忘了一件事儿，是不是应该递谁的来？再来一瓶。小伙子，你要替他喝了吗？这个状态。这个酒呢，是我替你喝的，但是以后咱俩在一起，我希望就是在饭局上，你的酒也是我替你喝。你别管我喝不多，喝多，我自己有嘴，我不希望你总喝酒。行。我就光看热闹了，根本没计时。第二瓶我们的导演计时了十秒钟，时间非常快，这是第二瓶了。想想第一瓶的速度一定是更快的啊！当然了，我觉得牵手更重要了，是吧？十四号姑娘在现场一直被我们称为腹肌女，因为她最在乎的就是男人的腹肌，一定要有六块。今天呢，终于被六块混为一块的男人领下台了。我要摸摸她肚子。我特别喜欢有腹肌的男人，然后我就想摸摸你，特别喜欢啊，没事就说摸摸呗。如果是实在喜欢呢，四块也可以，没有腹肌我也摸，凭啥灭我呀？因为我看你不止三块，还有五块，你可能有五块。这是一块啊，这是一块啊，这是一块。安琪珠宝私人钻石定制会所为两位提供的情侣钻戒，祝你们幸福，掌声祝福他们，加油。我不是最好的那个男人，但是我会给你最简单和最平凡的幸福，请你相信我。嗯，好的。然后我以前追求有腹肌的，但是现在我觉得没有腹肌也挺好的，至少他可以把我当成他手心里的宝，我相信我们会幸福的。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站到十四号位置上的接力女嘉宾会是哪一位，来，掌声有请。相信爱，努力爱，期待爱，我想跟你谈恋爱。大家好，我叫张海燕，小名小燕子，今年30岁，来自吉林省工领市毛城镇。我的爱情宣言是：我就是第二个孙红丹，来找个给我姑娘当爹的男人。谢谢大家。好，曾经看过孙红丹在这个舞台上，真的有奔他而来的，想要给他的姑娘当爸爸的那个情景，你什么感觉？心里非常的感动，因为看到孙红丹那一期，我真的是热泪盈眶，所以说才能有今天我站在这个舞台上。是孙红丹给了我信心，给了我自信，非常的感谢他，也感谢这个节目能给我这次机会，谢谢你们。好，欢迎你。也许红丹自己都意识不到，他的故事给了多少人鼓舞，给了多少人重新寻找爱的这样的机会。好，那接下来有请的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小伙子了。这位小伙子我一定要隆重的多多的介绍几句，为什么呢？据说他是从古代穿越而来的宋公子，掌声有请。燕子姐好，王哥好，你好，然后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当然还有16位嘉宾，你们更好。
我叫宋德明，来自吉林省敦化市洛木镇，我今年27岁。我的爱情宣言是：谁敢把幸福放在哥的身上赌，哥就敢拿命保证不让他输。你好，宋公子。燕姐好。哎呀，你这身装扮呢太特别了，但是来到我们这个舞台上就显得不那么特别了，因为有一个人跟他如此的般配。我了解这个。我们把就跟你特别般配的这位请出来，你看你俩搭不搭，好不好？好，没问题。来来来，有请。哎呦，哎呀，小伙一身古装打扮，是奔一号李天爱来的吗？谢谢姑娘的青睐。神秘的工作，特殊的爱好，小伙究竟会喜欢谁呀？属于军事保密的范畴。多盖呀！广告不长，一会儿啊，谁拉精彩？公子风度翩翩，神采飞扬，不觉让小女子为之心动。正所谓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我想问一下的，你是从哪个朝代穿越过来的？姑娘过奖了，我从唐朝穿回来的。李白告诉我了，李白跟我说的，说2013咱们全程热恋啊，有我媳妇儿这块儿，完了啊，我着急忙慌的我穿回来。李白告诉你的。啊，到清朝那块儿卡个跟头还没回来。人海茫茫中能相遇在此，亦是上天注定。古人云：只羡鸳鸯不羡仙。倘若今生有缘，希望在此能与你的鸳鸯鸟比翼双飞，生死相伴。谢谢姑娘的青睐。宋公子，你是特意为李大小姐这一身造型而更换了自己的造型吗？并不是这样，但是我送李姑娘一句话：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祝愿你能在今天咱们全程热恋的舞台上找到能和你心灵相通的那个人。咱俩的差两个朝代呢。是你俩差两个朝代，的确是在穿越的过程当中碰着的嘛。啊路过了。谢谢谢谢天爱，谢谢。好了，我要穿回去了。谢谢姑娘。好，来公子看一下场上16个姑娘。李白都告诉你了，媳妇儿在这儿了，你好好看看。场上16个姑娘，觉得我们这位公子感觉怎么样？大家可以先考虑一下。我好陈静，他穿吧，我现在刚刚有一点适应，这次又来个男的，我实在适应不了了。现在咱中国都这样了吗？好，接下来公子，根据你的感觉，最少灭一盏灯。好，对不起。小伙，我哪惹你了？没哪惹我，你就是。我这不是看着你了吗？你成功的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谢谢。你为什么要以今天这样的装束出现呢？其实这个没什么特别的，就是因为我比较喜欢古代的诗词了、古文化什么的，所以穿成这样上来的，没有什么特别的用意。难道现在在年轻人当中，喜欢古典文化也是一个时髦的潮流吗？我一直以为哈韩呐、哈日什么的，可能年轻人比较喜欢。现在我感觉年轻人喜欢古典文化的也不少。这样的话我们真应该提倡一下。是啊，在我心里这样的年轻人更值得我们喜欢呢。是是，来看一下宋公子的第一个短篇，一起来看。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大家好，我叫宋德明，来自吉林省敦化市鄂木镇。我很喜欢中国的诗词，台上的姑娘如果有喜欢诗词的话，我们两个可以一起合演一段。我现在主要是在家种地，家有十场地，一年收入10来万。哎，也出去打过工，我在大连船厂干过焊接的工，最终选择了回家种地呢，也是因为在外边这么多年走过了那么多地方，好奇心也满足了，我也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了，我很享受我现在的生活。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小伙，
但是我作为一个农民，我很自豪。谢谢。好，宋公子还原本色了哈，你看，也是很帅的、很帅气的一个小伙子。来，九号，那个小伙儿，就是你想跟台上女嘉宾 PK 一下的诗词是吗？可以互相学习一下，但是 PK 谈不上。但是你说的是你们那个朝代的诗，我说的是我们现代的诗，就是 PK 一下吧。来，吉祥姐，鹅，你不能用高歌。拔毛烧开水，铁锅炖大鹅。老王，你发现了吗？现在我们这个80后、90后的孩子们特别喜欢古典文化，特别喜欢。我理解这种古典文化。是的。咱们这个舞台果然是藏龙卧虎。是吧？来，一号天爱，我为你吟一首诗行吗？嗯，可以。千古英雄代代传，今朝却已不新鲜。纵然人心无处放，我心仍将英雄存。不论当今是何事，别却他心做女雄。谢谢。你听听刚才他们朗诵的诗，再听听天爱的，什么感觉？果然是名不虚传。但是宋公子，你跟天爱的诗，你们两个两种不同的感觉。天爱的诗里边充满着一股侠气，嗯，而你的诗里面是一股文气呀、我们两个好像有点调过来了。24号，小伙你好，在短片中我看到你说你喜欢绣十字绣，我看你挺爷们的呀，那都是心灵手巧、特别细心的人会做的东西。那么请问你都会绣什么呀？都出多少作品了？我的唯一的一个作品还没完成。你就举的那个吗？啊，对，那个是已经2年了。那个是什么？给我们大家介绍。清明上河图。老王、你的第一个作品清明上河图。啊，对。之前在节目当中谁问过？哎，三号你怎么问来着？我就问能不能给我绣个清明上河图嘛，就是。然后结果是王哥说这一绣得好几年，十好几年，我就50多年，是50多年说的，我就拉倒吧，这50多年我老了，我都干了。我没想到清明上河图来这么快，这兄弟你太有心了。谁也没成想，第一次绣第一个作品就绣清明上河图，这难度太大了。小伙儿，那你还有多长时间能绣完呢？嗯，明年一年，后年再用不了多长时间了。就是我就是特别希望，就是。我男朋友就是拿着清明上河图一抻哈，向我求婚，多盖呀！首先咱不说别的，那绣完一个值老钱了。但是宋公子啊，你那个烧电焊的手是怎么绣出这清明上河图的？这个和手没有关系，我感觉主要还是心，因为你烧电焊也需要一个心细。你如果有粗心大意的地方，肯定质量不过关。这是一个大男人啊。有也有个细的地方。对，来看一下他的第二个短片，回来之后我们接着聊。我在大连船厂干过焊接的工作，曾经我还参与过焊接潜艇。咱们也是有技术有能力的人。导演问我喜欢什么样的姑娘吗？其实你说漂亮的姑娘吗？不下厨房。下厨房的呢不时尚。时尚的呢乱花钱。不乱花钱的吧没有女人味儿。有女人味儿的呢看不住。不看住的呢那就没法看了。我不喜欢不洗脸不化妆就出门的女生，哪怕就是你化不好重新洗了再化，那我都能等。谢谢。11号，宋公子你好，那个短片里听你提到了那个什么潜艇，然后那个我怎么感觉你身后就是有挺多故事或者特别神秘呢？能给我介绍一下吗？我主要兄弟是哪种潜艇能说吗？属不属于军事保密的范畴？潜艇大家意识里的潜艇就是，你们意识里的潜艇是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的。我只能这样说。这让说吗？这个也可以说，就是潜艇嘛，潜艇一般都是军用，民用哪有潜艇？对，这样。我只负责的是焊接。我只负责焊接，我们进出门都是安检，都要培训，很麻烦，干那个工作。是谁都有机会去吗？就你们当时在那儿？不是，船厂里你只必须要是最基本的条件，得是技能达到要求。兄弟，那辽宁号你见过吗？辽宁舰我登上去过。什么感觉？上？感觉中不小。哎呀，你作为一个中国人上了第一艘航母，你是啥感觉，哥们儿？当然是自豪了，因为辽宁舰它也
好几层上下，就是如果要是说不知道的人进去，你上去没有专人带着你，你都容易走丢。你在一条船上你会走丢。十四号，小伙你好，我爱化妆，但是早上一化妆吧就化好几个小时。那你说以后咱俩要牵手成功了，这以后这早上这饭谁做呀？炕谁烧啊？这猪牛谁喂呀？我就忙活化妆了，啥都干不上。因为我习惯性的做饭。孩子谁哄啊？寡做饭就是那些活都让他做了，等他把活都干完了之后，你化的立正了，吃饭就行了。你正好也妆也化好了。那我这一天就是二十四小时什么都不用干，就是化妆就行呗。如果你愿意的话。我问你个问题啊，小伙儿，你能忍受得了她白天可漂亮了，画的哎呀这家伙跟仙女似的，晚上一卸妆可吓人了，你能受得了吗？燕子，你说那个是咱姑娘吗？我咋觉得像那电影画皮呢？毕竟我总要知道最真实的嘛。哦，我看到只有场上一号天爱的灯亮着，我要征求一下天爱的意见。他开始的时候已经对我说了"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哎呀，天爱，这是相中小伙了吗？这样的人不可多得。穿越相亲究竟会有怎样意想不到的结果呢？别走开啊，咱一会儿啊。为他留灯的原因就是为了支持他一下，因为像他这种从唐朝穿越而来，而且还认识那个李白、杜甫、苏轼，这样的人不可多得。我的妈！谢谢谢谢，天爱这是他乡遇故知了。今天小伙子的才气大家也都看到了，也都非常的欣赏。虽然呢，现在十六盏灯都灭了，小伙子，接下来冲刺的环节爱咋咋地。我还是选择了放弃吧。为什么呢？因为我感觉这个东西还是凭感觉的吧，爱情这个东西还是既然别人看我的感觉不怎么样，我也就没有那个必要去强求什么。但是你的爱好很棒，作为年轻人能有这么多的爱好而且往里边悟，我觉得很不可多得。像天爱说的，谢谢，真的是不可多得。谢谢王哥。好，全程热恋限量版的缘分天使送给你，加油小伙子，掌声送给他。只是不想说，说给你听又如何。今天牵手没有成功呢，其实也没有什么遗憾啊，毕竟我来到咱们全程热恋的舞台上了，跟我有共同爱好的姑娘或者女孩子呢，可以在官方网站上联系我。在节目的最后呢，我要来公布一下，通过今天的表现呢，进入到乡村式爱情女演员阵容当中的是刚刚牵手成功的十四号小圆，恭喜她，希望她会在这部剧当中会有精彩的表现。好，本节目呢，感谢明医整形冠名播出，感谢新浪微博、优酷网、奥特赛地服饰有限公司、高清视频合作伙伴百度奇网的大力支持，还要感谢长春商报精品消费指南、博朗化妆造型美容学校、全员酒店集团、长白山全员宝石温泉度假酒店的大力支持。同时呢，还要感谢长春市爱情湾假日酒店和安琪珠宝私人钻石定制会所的大力支持。如果大家想了解男女嘉宾的详细资料，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www.全程热恋.cn.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他劲歌热舞变魔术，跳完舞我就灭。他为了爱情挑战自我，别看广告了，看疗效。来的第一次给我了，这我的第一次也给你了。他呢，水到大户却屡屡被骗，没钱啊，没钱。大脚哥，你可长点心吧。他是留学归来只为一人，让你们久等了啊。我爸也叫李斌。下周日晚，名医整形全程热恋，火热来袭。你自己穿小鞋。